好球，米格拉斯，这球犯规了，这而且这球有点酸，这可以判违体了。哦，这旁边那位应该是米格拉斯的妈妈，这球因为这个酸，这一下可以判违体了，裁判员不较真了啊。哎呦，冒了！张兆旭，好球，冒赵继伟，翟毅带球推进，明扎拉斯没散开啊！啊，好的，还好，还好，这个打得够硬啊！翟毅坚决，8-5打了一个4-0。再看，这是前面冒赵继伟这下，赵继伟这次呢，太不拿张兆旭当回事了。按照理说，明扎拉斯进来，慢单步。捡回来，蔡亮转，怎么顶？投进了！101-101。而且看场边的队友全在此那个三分钟。怎么顶？不到关键时刻没有作用，不发挥作用，这太刺激了。哎呦，好球！二加一的嫌疑，但是没有给上，这球通过非常强的一个身体的滞空，在有一个对抗之后还能把球完成，是非常快。对对，又失误，这时候你还打中锋七分，好球，翟毅，哦，这个时候就要坚决，就需要这样的快攻，这球巴哈拉米不能动了，对，5次犯规。